原标题：美国人问你为什么不害怕战争，毛主席的回答太经典了。当年叱咤欧陆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古老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颤抖，但我希望它永远不要醒来。而中国近代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无疑是唤醒了这头雄狮的人。美国的铁血将军巴顿临危受命，在北非战场一举扭转了盟军的颓势，又在突出不知一中击溃了隆德施泰特率领的德军的反扑。而蒙哥马利在给巴顿和毛主席做对比时却说，如果巴顿是萤火虫，那么毛主席就是太阳，近乎崇拜的评价。蒙哥马利将军本身也是创造了军事奇迹的人，在北非战场与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硬碰硬，使盟军获得了北非战场的优势。可想而知，毛主席在世界军事史上的地位之高，在军事领域的成就之大。正如英国的著名学者巴特曼所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所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他的许多军事思想至今仍在应用，他的著作《论游击战》引得许多军事名家废寝忘食的钻研。这样一位军事家对战争的态度就是两个词：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清晰明朗实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不失尊严，亮明了我们的底线，使中国人民意愿的反应。他在接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时，杜波伊斯直接问到毛主席，你为什么不怕战争？毛主席坦率地回答道，毛主席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怕与不怕又有什么区别呢？怕也好，不怕也罢，战争反正早晚也要爆发，越是害怕，战争说不定还会来得早一些，还不如坦率地面对准备。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惧怕他们和他们打。想通了这个问题，当然就不怕战争了。展开全文，这个思想伴随毛主席的整个军事生涯，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威胁，毛主席霸气回应道，朝鲜战争打多久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是由美国的总统决定的，也就是说美帝主义我们就陪着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止。美国的核威胁和讹诈没能吓到毛主席，更没能吓到伟大中国人民。后来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苏联陈兵百万在黑龙江北岸，又用出了霸权国家的老套路和威胁，声称要动用核弹摧毁中国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大城市。毛主席听了以后浑然不惧地说道，不就是要打核战争吗？原子弹很厉害吗？鄙人不怕，中国人民不怕。最终苏联没敢动用核弹，反而在珍宝岛吃了解放军的大亏，黯然离去。但是毛主席的不怕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通过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他深知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深知在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上中国吃了大亏，尽管强调在战略上要藐视原子弹，但是在战术上又要求发现高科技武器，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核力量。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向来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而在原子弹刚刚在罗布泊试验成功，毛主席就宣布原子弹是纸老虎，中国承诺绝不率先使用原子弹，绝不对无核国家使用原子弹，
更是表明了我们反对战争的态度。我们拥有了两弹一星，拥有了足以震慑世界的东风快递，拥有了捍卫民族自由的利器，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冷战过后至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但是这个世界仍不太平，周围国家蠢蠢欲动，美国在亚太的力量将中国周边的水越搅越浑。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我们要时刻谨记毛主席的四字箴言，反对不怕，来面对一切威胁挑战。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不畏惧战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